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仔仔，街舞营业中，开始营业了。顾新牙0408，仔仔，你的作息习惯是啥？看到你大早上还在微博营业，我就感觉你是在通宵，确实是在通宵。有时候要排练会很晚，然后排练到很晚回去，然后觉得有什么有趣的事情，然后就会发到微博。浇花一朵666，观众席看到别人炸场是不是很开心？哇，太开心了，可以坐在观众席看别人炸场，我觉得是一种享受。哇，好炸，就是不用自己跳舞，我觉得每次自己跳舞都自己跳会很累。 real talk， 蜂蜜绿茶甜甜甜，和凯哥的那顿火锅走了吗？我和凯哥走了很多顿火锅，你说的哪一顿？但是参加完节目回去肯定要走一次火锅。谁请客？谁请客无所谓，我请客，我请客，我开玩笑，哈哈，我开玩笑，哈哈。分道扬镳0528，想知道仔仔当时竞选队长的时候心理反应。紧张，特别紧张。伤心童话的人在跳你还好吗的时候是不是也被自己感动了？对，当时跳的时候很认真，然后我也去，就是每个动作我会投入，且跳完之后得到了就是现场的反应和认可，然后我就自己感动了，然后我就哭了。之前有想到自己可以将作品诠释的这么好吗？其实我说真的，我之前我都是一个 battle 型的舞者，然后来到这里了，我觉得尝试了编排作品，我觉得这次之后我觉得我还是能胜任作品。对，